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嗨，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高伟旭。那今天台股直播是10:30到11:00，由我为各位服务，那陪各位一起来看盘哈。那今天加权指数目前上涨45.81点，主要是受到昨天美股昨天大涨了429点，在这边哈，美国道琼这边。其实有在这段时间陪我看盘的投资朋友会发现，其实今天的上涨其实并不意外哈。那我们说，昨天美股道琼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我之前有说过了哈，这一段的美股道琼在这一段一直在受到所谓的贸易战争的一些放话的消息。那我之前有在前几天说过了，跟各位投资朋友分享我的看法。即使在这一段持续放话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发现要观察可不可以做多，路况会往上，要观察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三年期公债殖利率有没有异常的现象发生？好，这个现象排除了。第二个要点，对于利空的反应是不是开始逐渐的影响缩小了哈？所以我们就道琼的日 K 来说的，极短线日 K 来说，它对于利空的反应其实影响逐渐的缩小，对于利多的反应而持续的放大。所以昨天的利多是什么？昨天的利多是来自于中国主席习近平哈，他开始释出一些善意，包含了对于金融投资的条件的放宽，包含了对于一些所谓的对于美国一些汽车类股的进口关税啊，这些东西都释出善意，而且他认为不应该有贸易战争的现象发生，所以使得昨天美股因为这个利多开始大幅度的反应这样的一个往上涨的现象。所以看盘我觉得就是去看一些技巧，而不是看一些指数它的结果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想要在这边跟各位投资朋友一起陪各位投资朋友看盘，顺便教大家怎么看盘。所以今天大涨其实并不意外。所以为什么并不意外？其实我在4月9号的时候，盘中连线10:30到11:00这段时间，当时9点开盘是涨加权指数涨50几点。那一直到我在10:30到11:00的时候，它开高走低，一路跌到一路上涨到20点的时候，我当天在这个时段，我还是跟各位投资朋友说，路况还是往上哈，还是往上，所以不用去担心。所以当天收盘上涨了72点，所以我在4月9号的时候，在依照盘面的强弱变化，我直接认为说这个行情还是往上走。那事实上，我在我的会员传真稿里面啊，其实我在4月2号我就已经说了，路况能见度，云雾渐散，留意波段的买点，开始看清楚的方向的。我在4月3号，就是我们盘中连线都是4月9号，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我直接说我的传真稿只有标题，路况往上，留意波段买点。一直到昨天4月10号，标题都不变，路况往上，留意买点。所以我们看加权指数啊，来看一下，这是4月9号盘中连线的时候，我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的是路况会往上。可是我在前一天在这一个 K 线的时候呢，在我已经跟我的会员朋友说，短线路况是往上，所以这一段是1、2、3、4连续涨了4天。好，连续涨了4天，就是我验证一下我们在解盘的时候，在看盘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好，那我们来回归于现在盘面上的变化哈。我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一下，我们一样做了统计，昨天涨停板家数减少只有16家，这16家今天9点开盘的时候呢，有12家是开平盘以上的，有4家是开平盘以下的，然后一直到10点钟的时候呢，往上在平盘以上的股票变成9家，下跌变成7家。
但昨天有一个比较异常的现象，一样跟投资朋友做一个报告。昨天下跌家数比涨停板的家数来得多，昨天跌停板的家数有28家，今天一开盘开在平盘以上的跌停板的家数有8家，等于有20家是往下开的。那一直到10点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它是全部都是翻黑的，全部都是翻黑的。这个现象呢，代表什么意思？我最后会跟投资朋友去做一个结论。那我们再来看，现阶段呢，是不是还是这样？哈，现阶段是不是还是这样？跌停板的家数续跌的，还是全部都全面都是续跌的？哈，那还是28家都是续跌。那昨天涨停板的家数呢，有没有异常的？哈，一样。上涨也是只有6家跟7家而已，扣掉没有量的话，大概就是6家而已。这样的现象，会是怎样的结论？哈，对于行情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到时候，等一下，最后我会跟各位投资朋友说我的看法。不过，因为我们有在看盘，所以要了解昨天我们的强势类股是什么。昨天强势类股是什么？水泥。昨天船厂强的是什么？是水泥，是什么？去造纸，龙城。今天变成什么在强啊？变成什么在强？传统产业变成什么在强？我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一下，今天变成的是台玻玻璃，所以传统产业。它在乱哦，其实内资还是持续在乱。传统产业为了维持股价是加权指数往上走，开始会有一些轮动。不过这些轮动并没有所谓的连续惯性。不过，代表什么意思？以观看传产类股，其实都还有人气在里面，都还有资金在里面，所以行情还是没有看很淡。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那今天什么股票续强？投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我之前一再强调的，像这种被动元件、科技、通膨、收成股、被动元件，只要大盘要往上涨，它都要往上去做一个攀升。今天再度创新高，再度创新高，包含了前面陪投资朋友看盘的洪老师，他一直强调的日电嘛，今天持续在创新高哈，这就是所谓的科技通膨收成股。一直都是主流，包含裕邦也是哈，裕邦也上来了。这些在电子类的话，都是在一个科技通膨收成股，还是会回到一个受到资金青睐的一个族群。那昨天还有什么股票是强势的？再看一下，大力光。各位投票，昨天大力光还是强势，今天还是往上走。昨天最强的光学镜头还有这一档，裕金光。今天持续续强哈，所以这正如我昨天在盘面上告诉各位的变化是，开始现在是走什么样的族群？弱传统产业股，所谓传统产业股包含了政策做多的股票，第一个是生技，第二个是风力发电，但是资金开始去注重那个电子类股，所以我们从盘面上的变化。强弱的变化，我们可以开始找到一些下一波我们值得注意的标的，值得注意的族群，甚至我们要避开比较转弱的族群，避开风险。好，那现阶段的盘面的变化呢，一样跟各位投资朋友连线做一个报告哈，来看一下有没有特别的变化。今天的生技一样是续弱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生技类股。等我一下哈，我觉得生技类股续弱包含了上去就有出现卖压了哈，就有出现卖压了。这生技类股其实还是续弱的，昨天在续弱的标的还有什么？看今天有没有？宝林富锦持续是续弱，连续2天，所以生技开始要去避开一下哈，因为它没有营收的基本面支撑的话，很多股票都会往下去做一个回撤，一个休息。然后1786，我们看一下，
科研也是哈，所以这些股票基本上虽然是多头形态排列，但是还是要懂得去避开。如果有在盘中跟我们观察我的盘中解盘连线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避开哈，因为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开始资金去转向了，由政策做多的股票要转到有业绩的基本面题材支撑的电子族群哈。那这些其实有看连线的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有办法去避开哈。再避开跌的跌幅也超过10% 左右。还有什么？昨天比较弱势的还有什么？一样哈。达尔夫也是一样，生技都必须去做个避开哈。那高档下来，其实还是多头排列，但是如果你有避开，你可能会在这个178、168，你都有可能避开哈。那你现阶段已经到150块哈，基本上有在看盘中连线的话，应该都有办法去做一个避开的动作。那等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下一节节目呢，我会持续的替各位去留意盘面上一些变化，然后跟各位去分享一下，有什么族群是受到资金的青睐，有什么族群是未来我们可以去开始布局的。好，那以上。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花很久，花很久。02-8773-8859，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花很久，花很久。02-8773-8859，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花很久，花很久。02-8773-885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鹅牌气密窗，水也要钱，电也要钱，还要缴电话手机费。妈妈，我的学费不要钱？哪有这么好的事？因为有5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念公立免学费，念私立补助15000元。哇哦！年所得70万元以下家庭，另有加额补助呢。要去哪里办呢？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快乐上学去。嗨，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高伟旭哈。那现阶段的加权指数呢，上涨40点，好，那在10967点附近去做一个平盘之上的一个整理哈，一个往上攻击的态势。现阶段盘面并没有特别的变化，变成是个股在做一个表现。刚刚表现比较突出的是莱德，今天刚刚有攻上涨停板哈。那有些股票开始去做一些表态哈，像4979的华星光也开始上来哈，所以资金就转，大概开始转到所谓的具有营收面低价的电子类股，包含了其实昨天强势的大力光哈，其实我觉得认为今天表现都还不错，所以联电、台积电这些都是值得是去留意的部分哈，所以我之前一直有说有档股票，假设我们先看联电、台积电是好的。之前我一直有说过，其实我们在看盘都有连续性的，它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一直认为强调看盘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工作，一个嗜好。我们可以从看盘里面可以发现一些未来的一个方向。例如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金策。我之前一直有这几天一直跟投资朋友说哈，
金策这档股票呢，从高档下来之后一个大波段整理之后，虽然中华电信要去卖它的持股是利空，不过也是反映掉之后呢，开始在720块出现的外资开始去做一个买超。我说过连续买超之后，前三天一个往上跳空缺口开始，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买进讯号。所以呢，今天很好玩的是，既然外资之前在买啊，我们常说外资哈，有时候我们他的话我们要不要相信？其实我觉得不是说都不能相信外资说的话，其实要看股价的相对的位置点。有时候高档的时候，股价在高档的时候，外资的报告也许是看多的，通常那时候也许你可以不用相信它，因为它可能已经在做一个想要获利卖出的动作。可是相对的，如果股价在相对的低档，外资的看法是偏多的话，那这样的方向，你可能投资朋友，你可能特别要去留意的。所以今天呢、啊，今天新闻就有说哈，大摩小摩都已经说了哈，这是外资的分析师，他说之前金策营收表现不如市场预期，主要是因为大客户苹果对 A12 的应用处理器的投产时程比较保守。但是因为它的售价单价已经提高了哈，所以金策未来在7奈米 A12 的应用处理器的营收哈，已经开始有一些回温的迹象了。所以最坏的情况外资认为已经过去了哈，所以他们认为合理的股价推测在1049元，1049元。这是今天的新闻，这是今天的金策的新闻。可是我们在之前，我是不是一直在提醒各位投资朋友，一些大部位资金的投资朋友，你们可以留意金策这档股票，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在这一段时间进场去做布局？其实现在买，其实我认为也不会太晚，因为目前的价格还是很便宜，在824块。其实我认为，以金策今年的展望跟法人的预估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价格我认为都不算是贵的，反而是在可以值得去留意的部分齁。那刚刚旁边比较特别的股票又有出现了，跟投资朋友报告齁，像25台半突然有量上来齁。所以投资朋友你会发现今天突然有量上来的是什么样的类股，就是电子股族群比较多，包含了这种中小型股，艾恩特都拉到涨停板，而且创下新高哈。这些股票值不值得去留意？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留意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资金开始移转到所谓的有业绩题材面的电子类股。那电子类股只要国巨被动元件往上涨，基本上我认为未来的行情。先下一个结论，内资在休息，虽然今天涨停板加速不多，来看一下，虽然今天涨停板的加速并不多哈，所以我刚开始陪各位看板的时候，我说今天怎么解读涨停板加速不多，然后跌停板的加速也不少的情况之下哈，我们要怎么解读这样的行情？这样的行情我只能说。今天涨停板的大部分的股票都是来自于电子类股，只有少部分有个股题材表现的，它会亮灯涨停板。然后在盘中有带量往上攻击的也是电子类股，所以我大胆的在这边在10:50的这个时间，我大胆的说，内资它要休息，之前是内资主导行情，现阶段会由法人去主导行情。有可能，因为现在还没有收盘，有可能开始投信法人开始由卖转买，我认为这个几率从盘面上的变化来说是有机会，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今天大胆的去说这样一个结论哈。好，那有什么股票是值得是留意的？值得是留意的，我觉得我们在看盘就是连续性的去看盘，那我一直很注重
股价一定要业绩基本面支撑，那你这种股票你才抱得住，你才抱得牢。那虽然涨的幅度不会如一些题材类股它很凶悍，拉得很陡，可是相对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如何去做它，如何去抱好这个波段。所以这是我在强调的。所以我昨天我在这个节目上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理一下，就是三月份四月九号那时候公告的营收创新高，但是股价并没有创新高的股票的公司，是不是值得去留意，值得投资朋友去进场去做一个布局的齁。那我们来重新再来验证一下，像1528是不是持续的再创新高。如果昨天有看节目的投资朋友，你大概就可以留意一下，今天你有可能还会再赚到恩德。再来博文是不是也上来了，博文是不是也上来了？再来，来看一下，包含4739，康普也是，哦，也上来了。嘉金，各位投资朋友，昨天有跟各位投资朋友说过了，如果你要选择这样的股票，你都是有机会的。营收创新高，股价没创新高，你昨天去布局，你今天都有可能开始去享受一个获利的开始，哈。中美金也是一样。再创新高，昨天没创新高吗？再创新高，6488，环球金，加百玉，投资朋友，这些都是赚钱的机会哦，都是赚钱的好的标的哦，包含了6175，立敦，昨天买，这边就那一个。平盘以上都还表现都还不错哈，所以这是我跟投资朋友去分享的。看盘要看技巧，那不是看结果，他一定要看实质的内容，实质的内容。你有实质的内容，你才知道未来的方向、路况要往哪里走，你会比较有把握，比较有把握。所以我一直有个交易的心法，那趁现在在跟大家陪大家看盘的时候，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交易的心法哈，其实就是叫做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对于行情的判断，如果行情路况是要往上走，那你就应该去进场；那如果行情路况是往下走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去退场了。因为有根无所畏惧，什么叫做根？其实是选股的核心，你有没有选股的根本？如果你对于你的选股你是有核心的，你是有根本的，当遇到要进场的时候呢，要交易的时候，你是无所畏惧的，你是无所畏惧。诚如我之前一直在节目上盘中连线跟各位说，这个时候这一根，对不起，好，来遮一下，好，这一根我说路况会往上，大家应该都不相信，路况是往上大家是不相信的。当时你进场一定是需要勇气的，如果你的交易没有核心没有根本，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要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交易齁。所以该进则进，我说开始往上，是不是往上走，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所以我说其实交易它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看图说故事都很容易，可是在当下的时候你要如何去面对，你要如何去执行你的分析之后你的交易，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如何去执行交易，就是由盘中我们怎么看盘，盘中我们用什么样的看盘的方式去解读，去判断未来的行情该往哪里走，该往哪里走。好，现阶段呢，涨停板加速，跟各位再扫描一下哈。现阶段涨停板加速有增加，我来看一下。等我一下哈。各位投资朋友，看这个画面就很清楚哈。现阶段涨停板的加速来说呢，已经有20家了，已经有20家了。跌停板的加速呢，现在只有几家，只有7家。扣掉没有成交量的，扣掉这种商店街没有成交量的，这张股票没有成交量的，跌停板加速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代表什么意思？行情还是以偏多操作为主，资金内资休息。当然有些个股
它会让你觉得比较弱势，但是但是盘面上其实非常的强劲哦。以盘面实质交易的内容来说，资金引导到什么地方？全职类股，引导到科技、通膨概念股。所以盘面上非常的强，各位投资朋友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行情，好好把握这个行情。之前大家都闷太久了，所以大家都会害怕要进场，尤其是中美的放话哈。不过我一直强调，中美放话现在阶段已经跟各位投资朋友去分析了，对于利空，美股的反应其实是效应是递减的，但是只要一点点的利多，美股的反应它是往上涨的。台股今天虽然涨幅不及昨天美股涨幅，但是很抱歉，我认为它还是往上走，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这一段赚钱的机会。那我是高维旭，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超强名师阵容，直播现场即问即答，盘中及时为您解答。四月起，每天早上9点开始，敬请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02-8773-8859，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02-8773-8859。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刻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02-8773-8859。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基本生活费不课税。107年申报106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可适用。设置税务专业法庭，落实专业审理，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沟通及咨询。新法的改革对全体纳税者的权益保障绝对是一大要件，租税正义为你。